在我的怀里，在你的眼里，那里春风沉醉，那里绿草如茵，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，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。多少年以后，如云般游走，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，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。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，我们流连忘返在北加尔湖畔。朋友们，我们这老冷了，疫情几天刮这个风可凉可凉了，穿这个衣服都是里边加绒的那种冲锋衣，腿都冻腿，感觉冻手，冻手，把车把冻手。嗯，天是特别蓝，就是太冷了。牛都回来了，妈你在这停吧，后面有车。好了，走吧，过吧。因为这个车过去，我怕他从跟咱俩走两岔，牛肯定会选择咱俩这头，再给咱俩拱了。看这牛放牛的都从山上赶回来了，冷啊，朋友们，嘎嘎冷。看，今天孙老板是司机。你看这小车带俩人也够呛啊。我妈在这个苞米地种了豆角，这样不就省假条了吗？这最后一茬了，这豆角。下霜也打不着。下霜也打不着哈，在这里吧。大的小的都摘了呗。现在大的，小的还能再留留。看，也挺好的。今年豆角并不是很好，今年咱家就没有这个那个晒的那个豆角皮子，因为今年这个豆角特别不好，前一段时间出豆角的时候就雨大就留不住这个豆角，然后现在吧到深秋了，豆角开始长斑了，就没有多少，也晒不出来，所以今年咱家就没有这个豆角皮儿。妈妈袋子给我一下。妈，你看这个地上蒲公英和曲木菜还挺多呢。啊，等我得刨它，刨它好多呢。看朋友们，这蒲公英，看到，全是地上。妈，那地上留完了，把鱼都留，走鱼都留。把鱼都留上。对。
朋友们，我们摘完豆角回来看，马上就给它铁锅炖了。看这个大肥肉，一般人看着都吓到了。其实主要是把这个荤油靠出来，靠的有点像那个油脂了那样，也挺好吃。朋友们，看这是啥？我们家这啃青的苞米现在才能啃着啊，这是黏苞米。您这就种的啃青的。啊？您这就种的豌苞米了是吧？就是为了吃那个啃青的。是的，我还以为等它那种长成熟了，这个季节好像是长不成了吧？嗯。长不成了。长不成了，就是啃青。马上要下霜了。哎呀，看朋友们这一大锅。一会儿苞米熟了，豆角也熟了，关。开锅了，铁锅炖豆角，然后上面糊的黏苞米。吃饭喽！这个